远古时期，连接异世界和人类大陆的位面之门被打开，异魔趁机闯入，危害人间。人类中出现一位绝世强者，名符祖。符祖化天地之力，凝成封魔祖符，将异魔封印。符祖就此仙逝，位面之门也随之关闭。岁月流转。 一魔冲破封印，便寻散落世间的祖符，企图重启位面之门。为世间重归太平，人类亦需找到祖符，以及能掌控着祖符之力的传人。然而这祖符和传人下落何处，也未可知。听好了，晚入长者，去拿100杨元石，开闸落柱。 乐善好施，看店，不亏了大家伙，赶紧下注吧！哈哈哈哈。
刘永生，你在耸肩，江天宇，你在抖，小燕看出你的破绽了。谁敢说自己是亡命徒？再赢一场，三倍赏金，咱爹的药到手了。没啥来路啊，生瓜蛋子。生瓜蛋连五场，你是鬼？不，我还没来得及探他底呢，我是忙着数他挣的钱呢。我让他们已经把今天成色上好的阳原石都给挑出来了，虽说没有平日多，那也够炼几百阳原丹，窜升到地元界指日可待呀。不是，什么叫窜升？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修炼。修炼，你懂不懂？修炼，修炼，我老记不住。加倍，买的二十倍数。好。少来者输，赔一倍了。少来者胜，赔二十。胜赔二十，什么意思啊？二十倍。如果你再赢一场，他就会给咱们二十倍的阳原石。第六场，开罚！好！你把刚才银子先拿到手里，去，快去，去啊！我这么值钱，在。
这是什么怪物？好像是火毛虎，你个骗子！这人是妖怪！假装摔倒认个输，怎么样？你同意了？深渊，打脸是死守，听到没有？真倒霉，又输了！哎呀，我刚跟我娘借了钱，早跟你说让你压他，你还不听。那这小子打得虎虎生威，连好几场，运气太差了。20枚。死在这儿都不值。值钱的不是我，是他。没事，这是。我不管是怎么回事，我只想知道这兄妹俩是怎么回事。找到他们。好。那是红毛虎，好像陪你哥演着出戏。咱们以后能不能别打了？太危险了。不，我得赚钱弄到凝血之果，只有凝血之果才能根治爹的伤。哟，
好，今天这风特邪啊。哥，药铺也不在那边啊。啊！仙女，我老头子好好的上山去打猎呀，也不知道遇上什么怪物，尸骨无存，就剩下这堆血衣了呀。天灾将至，老沈公主致道宗一意。师父，柔儿，叫上青竹，随我去道宗走一趟。是。胡闹！青竹下山去了。是，来的路上，弟子一直试图联系师妹。但均无回应，待稍后再说。是。事出紧急，劳烦沈公主了。收到应宗主金印书信，即刻动身，一时都不敢耽搁。一魔不是早在数百年前就被府祖大人封印了吗？怎会又在现世？数百年时日不算短，可天地变幻，封印也终有削弱之时啊。一魔嗜杀成性，若不尽快去除，必将酿之大祸。正因如此，当务之急，再烦请沈公主和辕门三位掌教当面商议。辕门三掌教，其实你说起就到了。辅祖之后再无辅祖，你们不明白这道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嗯？武道，凝心静神，莫受其扰啊。除魔大事，辕门三位掌教不来，来个执事长老算什么？得到点事儿，辕门由我来就行了。你们在此愁眉不展的时候，我们辕门三大掌教早已出发去各大王朝运筹帷幄了。王朝？除魔是我等本分，何必与各王朝国主扯上干系呢？瞧您说的。一魔行踪飘忽不定，若不是我们在王朝布下天罗地网，就凭你们几个七零八落的人马，莫说擒他抓他除他，且看你们如何找到他。全民戒备，自会生乱，四处扰攘，难免恐慌。除魔安邦，我道宗为三宗之首，责无。还三宗之首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
还想着论资排辈呢。您亲生闺女应欢欢在三宗会舞上大败于林青竹的场面，怕还记忆犹新吧？我们家青竹与同盟师妹，那只是切磋武艺。九天太清宫早与府主立下誓言，不争名利，一心只为守护祖父传人。唉，府主封印一魔，丢了自己的性命不说，还祖父传人呢？在哪儿啊？被你们说的天花乱坠的驱魔祖父又在哪儿呢？你们谁看见？号称有着祖父线索的浮尸会，眼下不过是一个虚无的空壳。你们守护的哪是什么传人？不过是个传说罢了。传人一定有，祖父一定在。这祖父可出魔，魔必欲回祖父。祖父在哪里，母便去哪里。青竹还没有消息吗？没有消息。他以为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任意妄为吗？岂不荒唐？师妹也只是心中有祸。那就更加不可原谅。你告诉林青竹，不要以为自己修为出众就可以任意妄为，出了差错只会令他的母亲更加难堪。师妹也只是一心想去除魔。除魔大事非同小可，我先前接到浮尸会严大师传信，他已经前往青阳镇寻找祖父。青阳镇真的能找到祖父和传人吗？府祖大人留过话，只要信念不灭，自有传人，一切但需顺应天意。林青竹，上次会舞想输给你，这次绝不让你抢先。
武道，你过来。此乃我宗至宝冰灵双刺，为是我耗费元力，精雕细琢，使其灵宝之威，助你平添三成修为。谢师傅。今日你拿着它。 率领道宗弟子下山除魔。呀！爹，你忘记是怎么答应我的了？这个宝贝是归我的，说话不算数。师傅，师兄，这个宝贝接得住吗？ 真的放弃让悟道师兄去除魔啊？还是我家家弟弟去找一趟呢？欢欢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别跟着我了，烦死了。欢欢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欢欢，师妹，这除魔之事绝非儿戏，你要是有个闪失，师傅怎么办？师傅有你呢。师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跟我说了，我今儿必须下山。 我要去除魔，再不能让那个林青竹抢了先。师妹，我知道三宗会武，你输给林青竹你不服。我不许你再提这件事情！师妹，师父说了，只要你安心修炼，假以时日你总能到达。你干嘛？ 师兄，我求你放我一马吧。只要你答应让我下山，我就让你亲一口。亲一口？大师兄，你要是不好意思，那我咬你一口。师兄，师妹，你干嘛？叮！ 这点脑子，这点定力，你都已经修炼了十几年了，到现在还只是个天元境，你长点心吧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还是好好留在道宗继续修炼，努力接任我爹当宗主吧。师妹，你别闹了，你快回来啊！你拦不住，我也拦不住啊。 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有人吗？这位小爷，您需要点什么吗？凝血之果，照着钱，有多少拿多少。 怎么，是钱不对，还是药不对啊？钱也对，药也对，只是您不对。这阳原石，敢问您是怎么得来的？这是我挣来的，拿命挣来的。你知道什么叫从老虎口里拔牙齿吗？ 凝血珠果到底有没有？这凝血珠果乃是上好的疗伤灵药，修炼十年才练得一颗。我这小地方哪有什么凝血珠果呀？凝血珠果，真宝贝？敢问是谁受了伤，受的什么伤，怎么打起了凝血珠果的主意？小爷，我听说。 凝血珠果特别宝贝，特别名贵。既然你没有的话，那你给我拿点上好的伤药，行吗？那是自然。您稍等啊。嗯。伙计，哎，来了，给这位小爷拿药。哎，好的。掌柜的，快去告诉雷二公子，有人拿着雷家印记的阳原石来买凝血珠果。好的。
林东，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林东，啊！我知道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错就错在靠我自己的本事挣了钱，给我爹买了药，还把那个厂子搅了个稀巴烂。哎，组长，您没看到，那叫一个热闹！住嘴！冥顽不化。 竟然去给雷家打黑拳，丢尽了林家的人。别忘了，我们林家也是名门望族。您说的名门望族，不就是那些花花石头吗？还望族呢？整日望着那些花花石头，竟然把望族给望回来呀？再说了。 要说林家丢人丢的最多的，可不是我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懒得跟你说，马上把那些药材给人雷家还回去。凭什么？那是我给我爹治伤的药。我们惹不起雷家，他们乃大燕王朝四大家族之一，那背后有国主撑腰。你这是在断林家的路啊！ 家之委不做人，这是名门望族该想的事儿吗？林东，你也是林家的传人，你看看人家郎平，12岁入淬体境，14岁进地元境，16岁达偏元境，一去辕门十载，现在只怕是早已在元丹境之上了。就是，天下独阳。 我笑了几声，三声。第一声笑你们没骨气，第二声笑你们没见识，第三声笑你们没道义。林家只不过是被贬黜，怎么好似被抽了骨气，变成了捧高踩低的势力？想当年我爹修入元丹境，族中人人对他敬佩。 待他受了重伤，又恨不得把他扫地出门。至于琳琅天，当年除了我爹，谁还把他当人看？想当年我爹一心教其琳琅天修炼。 却暗下黑手，他违背族规。你们置若罔闻，如今他成了气候，你们又趋之若鹜。我爹受了重伤，你们不闻不问，缺医少药，你们不管不顾，我自己去解决。你们还背下个半死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名门望族？林东，你胡说什么？ 他们才是胡说！你要造反吗你？打死你！你怎么打我呀？我就打你了！你说不过我就打我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就打你了！你打不到我，打不到你，我打死你！组长，组长，组长。 手下留情啊！林少啊，你看看，你教的孽障！爹，你来的不是时候。嗯，我身上这痒痒的。打死你！别打他，组长。你手上有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小孩顽劣，大家都知道，是我管教不好。若要惩罚，你就打我。你来，组长，你打我。 组长，走吧。啊，你赶紧把他带回去吧。带回去。那我们回去了。走。哎呦呦呦啊啊！爹，你都不顾他们，别拿我撒气儿啊！疼！老头，你一个病人，手上还那么有劲儿啊？亏你还记得我是个病人。嗯。不记得。 不记得我干嘛出门给你找药去？提起这个我就生气，出去打黑拳，不要命了你！
打架还能打出命来？我今日连赢了五场呢。你那点底子勉强淬提三重，搅了狗屎运而已。现在我脚下可没狗屎，这底子怎么样？要不咱们试试？闪过！刚才没站好，再来。淬体五重。修炼了淬体九重，才能有元力种子。有了元力种子，才能出门打架。小子，你的路还远着呢。哥，再来一次。哥，好。听得出来，中气挺足的。哎呀，臭小子，咒我死！那可不能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在外面惹了祸，谁帮我收拾烂摊子？哎呦，哎呀呀，又怎么了？饿了。哎呦，爹。青南这就去给你弄吃的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您说，只要别再打我就行。让雷家的人打了吧。没有啊。有没有被雷家人认出来？应该没有吧。你让青南回家，其实是一个计谋。我一定会安全的把他带回来。雷家的铁木山庄是元力充沛之地，一魔很可能就躲在那里。曾许你全心。